我们不能再等了，爸！如果真的是自杀，那就变成韩尤拉是因为我们送一台死的吗？那我们送一到底会怎样？我被人伤害的方法要磨，告诉你，什么都不要付出，也不要接受，更不要有任何的期待。一直以为已经永远消失的那个人，漫长岁月不断轮回后，再一次出现在我面前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，来自星星的你。